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牧人青草地。今天的进度来到创世纪第33章，接续昨天提到的32章，提到雅各即将见以扫的预备之后，这章雅各与以扫相见了。虽然雅各仍旧担心，虽然到了最后雅各并未与以扫同住在一处，但两兄弟过去的恩怨情仇在彼此的泪水当中的确得到了释放。我们今天会把重点放在33章的最后18到20节，如此说：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东支搭帐篷，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。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，以色列神的意思。当我们因着这段经文而回顾圣经当中对于雅各的记载时，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的注意。第一个是在28章，当雅各离开家里前往巴旦亚兰时，路途中在伯特利他许了一个愿。20-22节记载，于是雅各许了一个愿，说：如果神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走的路上看顾我，赐我食物吃，给我衣服穿，使我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的父家，我就必定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立作石柱的那块石头必作神的殿，你赐给我的一切，我必把十分之一献给你。过去他许愿能平平安安地回到父家，如今神使他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。或许他所许的愿有些大胆，好像看起来也有点交换条件的意味，但是上帝仍旧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。在所许的愿望得到满足的时候，雅各不忘自己所说过的，自此开始如同列祖亚伯拉罕以及以撒般的筑坛人生，求告神的名，为主来燃烧自己，开始了雅各与神在历史当中新的篇章。自此开始，神不再是列祖的神，更是成为雅各自己本身的神。第二个值得我们留意的经文在31以及32章当中。31章42节，当雅各与拉班对峙的时候，他这么说：如果不是我父亲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所敬畏的神与我同在，你现在必定打发我空手回去。而到了第32章第9节，雅各吩咐他仆人时候，他如此说：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这两段经文都写明了，在过去耶和华神只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父亲的神，是祖父的神，但如今这个关系不再一样。当雅各为所筑的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也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时候，正是宣告了神不再只是列祖的神，更是雅各生命当中与他有直接关系的神。雅各的新名是以色列，以色列的神就是雅各的神。自此信仰不再是遗产，反而是真正的传承下去，不再透过别人，而是亲身体会。因此在接下来的历史当中，雅各得以与列祖并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弟兄姐妹，神是你的神吗？他只是记载在圣经当中写于纸上的神，还是如今也与我们同在掌管这个世界的神呢？他是只是别人口中那位独行其事的神，还是关心我们、指引我们生命道路的神呢？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是只渴望吃饼而肉体得着饱足，还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因着有神而永远不再饥渴呢？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仅止于自己的需要被神满足，还是让神亲自成为我们的满足呢？求主帮助我们与他建立起直接的关系，我们不再是透过别人来到他的面前，而是我们自己亲自寻求他的面，
如同枝子连结于葡萄树，渴慕住在神的里面。特别是当我们的生命经历过重生的喜悦，我们经历过疾病得着医治，我们经历重担得着释放，尝过主恩滋味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要更多的来敬拜神。过去雅各宣告要将神所赐的一切的十分之一献给神的时候，求神挑战我们将自己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他，一生为主所用，不再为自己保留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愿你成为我们个人的主，愿你成为我们的神。求你帮助我们与你建立直接的关系，回应你信实且丰富的应许，回应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不改变的爱。当我们尝过主恩滋味的时候，帮助我们用尽我们的一生来敬拜你，来荣耀你的名，来讨主你的喜悦，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张帅，我是张美，欢迎收看恩士新闻。让我们一起来关心这周教会的各样脉动与消息。首先，最新一季的门训课程即将开始报名喽。第二，本周敬宣神学院师生来访。第三，年后耶稣堂服事的相关报道。第四，教会对于疫情最新的因应措施。南圣真的是恩典满溢的教会。上周使徒生命课程开跑后，新一季的门训也要开始报名喽。无论是渴慕神系列、圣经课程，或是训练课程，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成长，真是幸福的事。因此，千万要把握这个大好的机会，不要错过报名的时间喽。网络报名时间就在明天2月24号中午12点半。开始线上报名。另外，门训柜台缴费时间有几个时段，也请各位弟兄姐妹特别留意。3月6号是最后的截止日期。南圣除了积极对教会内部的建造，对外的侍奉也不断成为各教会与机构的祝福。上周五就有浸信会神学院师生一同来访，由教务长廖坤中牧师带领11位师生一起前来，期待透过与教会的交流，让神学的学习不再停留在理论的部分，而是接触更多教会的实务经验，让神学生与教会有更好的接轨。高牧师也透过四个部分来分享，期待这些过程和经验能成为这些未来牧者的祝福。南圣真的是乐于分享的教会。上周除了神学院的来访，每月固定在耶稣堂的服事也在年后一周重新启动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属灵过动儿吧。通常呢，过年后呢，大家都需要一些时间收心，但是呢，教会的牧者同工好像随时都预备好要为主冲冲冲。教会冲冲冲的 DNA 不只是在牧者团队，这次耶稣堂的服事也有许多热情的弟兄姐妹前往支持关心哦。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热情，就让我想到南圣短宣队的口号。南圣短宣队，刚强壮胆不后退。哎，不过不知道今年的短宣队会不会如期的举行呢？无论短宣队会不会举行，这些日子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教会也跟着做了许多因应的措施。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全员大厅开放饮食咯。哇，弟兄姐妹可以在大厅惬意的吃着东西分享，真的是很喜乐的事耶。哎，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还是要注意防疫哦。那我等会要去方舟咖啡点一份最爱的花生厚片加热可可，甜蜜爆表了。除此之外，教会总是会适时考量大家的状况，为弟兄姐妹做许多事工的调整。
目前第一堂礼拜台语同步翻译已经试行两周，如果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好好善用这个资源，相信无论用什么语言来敬拜神，只要有心灵和诚实，神都喜悦。上帝是灵，所以拜祂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祂。是的，天父要这样的人来敬拜祂。祝福大家在疫情中每天都有从神而来的平安。愿您平安，恩是新闻，恩是新闻，我们下周见，咱下礼拜再会咯，拜拜。